哎，就是往中间传球，你知道吗？他的腿感觉刚才扭了一下。喂，你刚刚有个这个要技术往中间传。你的腿扭的好了吗？你是扭到腿了吗？你应该往中间传。那怎么就扭到膝盖了呢？人家在发球。不要举手。他挺把别人甩开，卢克斯还是厉害。Don't understand.
Good job, Lucas. Position, position. Pass 的时候就赶上 pass， 懂吗？对 Ryan， 如果你不行，跟 coach 说一下啊。Are you okay？有时候可以简单一点的，往中间传，来。Good job, good job。哎 ，Ryan， 你的是膝盖疼还？